你在想什么？当时就是踢刀了嘛，然后摔倒了。当时我也没想到能，当时能他踢上我刀，然后我摔了。摔出那一瞬间，就我当时想的就是，赶快摔出去以后，快爬起来，赶紧回头找人交接，因为我觉得不能放弃嘛，还是有希望的，没到最后终点都会有希望。然后赶紧去交接，正好看上相哥了，然后。摸着他以后，我又拽了。